在今年以选秀团体 K-Plus 出道的金彩炫，曾经是 SM 娱乐旗下的练习生，和 aespa 同时期练习，尤其和 Karina 感情很好，还会一起出去玩。在日前年末典礼结束后，彩炫也分享了和 aespa 的 Karina Winter 宁宁的合照，看到女孩们各自有好的发展，依然维持友谊，互相鼓励，也让粉丝们相当欣慰。而日前 Karina 和 Winter 在 IG 上直播时也提到了练习生时期的故事。여자팀이두개로이렇게나눠가지고배틀도아니었지만그냥팀두개네그냥너무많으니까그렇게해서선배님들거를커버를많이했었는데그때저희는다른팀이었어요저는닝닝이가있었고언니는그케플러의채연맞아요맞아요채연이랑같은팀맞아요기대未来能有正式的合作舞台喽